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苑，我要来抽这一台保时捷的356。我用的是如愿池池部分，我还有剩29抽就可以抽到。先来抽。优惠十连抽65折哦，这么赞！哦，那中一台紫车，也太赞了吧！哇，可惜这一台ECU已经满。优惠没有啊，没有优惠啊，骗我！好，我们来跑，我们来跑一次这个赛道。就这一台的保时捷356，来看一下啊。我先什么都不做，零接零改跑看看。OK， 它一开始主要是在刹车这边比较强，刹车部分比较强，跟加速转向这一块，零接零改跑一次。
你加一下。好，来讲讲这一台。我觉得这一台356的话，它的以刹车为主，我觉得它有点像菲亚特那一台小台的部分，但是它的加速又比较强一点。因为我可以看一下它的数值，那数值这边就是加速跟刹车还有转向为主，都是加速5%，刹车有5%，转向10%，所以它而且它是类似像六角形，虽然它没有稳定，虽然它没有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它跟那个菲亚特那一台比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好，比菲亚特好一点，因为它是赢在加速的部分比较快。所以我觉得它会是运动组里面应该可以撑得上比较前段的地方，比较可以 top 的，可能前十都有，算是蛮好跑的车子。好，那我们再跑一场看看，大家记得先加入我的俱乐部，俱乐部缺人啊。欢迎加入我的俱乐部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